最后一球就被干掉，干掉之后大家离场，离场的时候那个老曹你这样一下来之后啊，你可以就是随便呛他一句，就是没挑战弱哎、欸，弱鸡训 ，Action。我觉得那个电影就是一个小细节，一个眼神，你看不对就要重来。所以呢，观众，我们向电影人再致一个深深的谢意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Go。有时候人在前面讲话，你会在后面学他讲话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那个胃会流啊，这样子。我这场是要拍的蛮可爱的，对。Action！兴奋，因为有这个镜头不错，让导演受到肯定，他就非常的兴奋，抱着我，虽然支持在这里。